有打电话。有。嘿，哎，我请你讲，嘿，你讲，好，今麦到你谈下。你讲完了，嘿，无啊，因为一罐是阮哥买，啊，一罐我要送朋友的，因为伊有偏到，伊讲袂歹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哦，无啦，无啦，阮今麦只用到处点尔。OK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好，谢谢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老鬼他家了，然后这是我准备要送给老鬼的生日礼物，然后这个是 Leon 准备要送给老鬼的。对，因为鬼哥他其实平常自己在拍片，也有在使用那个 GoPro。对，那因为这一个品牌它稳定度算蛮高的，就是又可以当手持，又可以当落地的那种脚架。对，因为上次在他家里，他的那一只脚架其实不是很妥当。这一只的话是可以让他架设他自己的 GoPro， 如果他有时候在家里可能要拍个影片的话，要捕捉第二个视角，用这个会比较方便。而且因为上次探险的时候我带出去给他看，我自己也有一只，也是刚买的，然后稍微试探一下，鬼哥好像也觉得不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这样子我就也买一只给他。啊，刚才到货，然后去取件，那个保护膜都还在。我送给他的是这个，这一罐，待会会拿给他。对，这个一斤要6000块，那我这边的话是直接先买一罐给他试试看。对，这边这个是100克，上次我就装一小包给鬼哥，结果鬼哥一天就把它点完了，因为他说他很喜欢，觉得味道很纯，印度老山糖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把鬼哥叫下来吧。对，鬼哥在吗？鬼哥在，下来开门哦。老鬼，这边有你的生日礼物哦，这么好啊，这投其所好哎，我跟你人拢跟你投其所好。啊、是做我呗，我第一搞你。嗯，就好哎。这是老三坛。这是你讲的老三坛。对，下班了。今天特别去哪的？我还想说，等一下我这边拍一下，说我们点这个，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家里什么可以点，什么不能点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赶快点啊！你赶快呢？对啦，这一个啊，就脚架，脚架。哎呀，手持的这边较稳吼，买一支，我订一支给你啊。我到店去啦，等两天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拆开吗？可以啊。等两天了，我跟士官订。看起来做像迄个呢，我一支360。这肯定要自己客，这样你就帮我吃，赶快呢，100克吗？100克，100克这么多，一斤6000啊，这边100克，他100克就装一罐，伊是多少？最近够有请迄个老三坛的主啊，他靠，他够有木材了，伊无，你若要甲买甲足大量的，伊嘛无遐济通买，因为他这个是好的那种老三坛下去弄竹子剩下的木头，木竹啊落来啦。超赞的，就拖。他应该也可以用小小的这样子吧，就是你很家这样直接接转接头了，可以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就是发现这样会它是比较低角度的，那么低啊？对啊，所以你可能要再自己装一个云台啊。那如果你直接这样子锁上去的话，是可以直接这样当脚架，它就是这样子直接就当脚架。啊，优点是这样子转开，它可以拉很长，然后往左转一下，它就紧了，很稳。GoPro 就可以放上去，啊，高度可以自己调，高度可以自己调。所以它这个也是正常的吗？稍微一点。开始新的，因为你是新的，啊，是来都有几米件？无几米件，是因为新的。你刚我等下买的时候嘛是安尼，啊，你锁个几次，它里面的螺牙就稳了。对，啊，我是自己把那条线拿掉，因为用不到那条线。对。所以它这应该是专门做给小摄影机用的，对，小摄影机。难怪它才会送这个。对啊，这 GoPro 也用的吧？对啊 ，GoPro 也用的。哎呀，这是到山下你啊，去物件没有分镜的话，这一支是方便。对啊，架摄影机的时候，你看它这样，其实高度就已经比一般看到的还高了。对啊，你一般外靠买拢小架安尼啊。哎，这样讲物件的时候，没有觉得第二镜会桌上的就对啊，架上去其实刚好。对啊。或者是说，有时候施法的过程，
想要有第二个附近位也很方便。嗯，啊，我自己一只，鬼哥一只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借白柱肖战，这个牌子的品质都做得很好，它材质都用得很不错。那你啊，但这位坑爹到店，有容器两店。我、啊，鬼哥哪无容器，我嘛有炸，我可以拿炸容器。我你自己炸者。啊，我有炸一个铜炉来啊，一般爱铜炉尔。哎、欸、啊，一批你品看嘛，一批，讲一批，甲人听会怪怪。一批是也是檀香，但是等级。为什么你这个单位会用一批呢？好像怪怪的哈。等级没这个高，没有那么高。啊，这是点来品看嘛。啊，然后来再过一批。我今晚是咧卖这个呀、啊。无啦，都我自己收藏的。我那天。這個、我那天一抽一堆人问我说：“啊，你那个要去哪里买？”哦，这个香油啊，又减掉了，这是屁股运动伞。好、啊，不是，这是要讲。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批你看要先点购买无？这是仅次于它的等级。嗯、这批袂歹，这油香。这油香，这是下司要供的、啊。这个我平常会带出门。啊，你点，你先点这个。啊，这个要给你的，这个嘛要给你的。这个嘛要给你试班的，看看好无？你包阿吉杰里型，它身上这是老三坦吗？这个也是老三坦、嗯，但是它的等级没有这个那么高，因为毕竟这是车珠、嗯，车那种很好的珠子的块下去磨出来，但是这种不是，它可能它的那个位置整根会有比较贵的部位嘛，这个比较没有那么贵，这个可能是一斤大概1000多块，这辛苦呀，但现在做唔敢点。一斤六千，其实点嘛足紧了无啊！你若像人迄庙啦，讲几工无可能用遮好。对啊，无伊拢用一斤150的。啊，无怪大个拢安尼流目屎，点点的拢流目屎。这个怎样？也不错吗？对吧？那个味道比较润、欸，非常的温润。这个其实也不错了，对啊，因为它不，你闻不会刺鼻，不太会刺鼻，